个三娃三位，我才去干个生回来，你那个就翘在这两根桩桩上的嘛啊！你那个怎么全翻嘛？你个就这么啦！哎呀，妈妈你轻着了，哎呀，脚痛！你这样就晓得脚痛了啊？该背时啊！你啷个钻进这个叉叉头来了哇？我看到这个叉叉还像个砍棒子，我说老母亲做个砍棒子，结果我听到也砍，这啷个就疼起来？啥子砍棒子？哎呦，我看你龟儿倒像个砍棒子啊！啊，一天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净干坏事啊！你还龟儿倒？你哪个像？你抓哟！你不想来打个手啊？你还叫不叫个？你还叫不叫个人啊？我问你啊！我啷个帮你嘛？啷个帮啊？你是猪啷个嘛你？啊，你是人嘛？我是人啊？啷个帮？这个多简单嘛，你把他那个菠萝带到往这边抽，我把这个腿腿带到往这边蹦，这个一下就出来了啊！你还叫人，可惜了人给你变大。娘哎，你不要扯了吧，好疼啊，我都出不赢气了。啊，我还不扯，我不扯你啷个出来嘛？啊，你这还晓得疼了，你这还晓得出不赢气了啊？一个屁鬼子真的是天下没的哪个娃儿有你这么肥呀、啊？啊，硬是三天不打你就上房揭窝。哎呀，小娃儿就是这样子的，儿娃子嘛，肥了才好嘛。妈，你把我放下就不去了。你个撇婆娘，你不帮忙就算了，你还在煽风点火。哎呦我的妈！